馆里有这么句话，哪话？我爱大清国，我怕他完了。我同样用这句话，我爱相声，我怕他完了。这话不行，我爱他，他妈谁爱我呀？观众爱你。你应该说呀，说今天人很多，我很欣慰。我很欣慰啊。坐。哎。我们今天现场也差不多300人，平常你们那个天桥乐剧院能坐多少人？也差不多这样。应该是规定坐300人，但是一般都卖到500-600左右，嗯，也要多一倍。嗯嗯。现在它太火了，那个你们演出的票一般要提前多少天才能订到？半个月吧。半个月。提前2周。嗯。然后听说你在有人帮你算说，过去这一个月你受的采访差不多有100多个，平均每天有3个媒体堵着你，是吗？差不多，有时最多一天10多个吧，得有啊。嗯。他后台记者比演员还多4张奥托干嘛用啊？还好了，拿铁丝吊上，开起来跟火车一样。哎呀，怎么了？我一瞧翻白眼了。哟，我赶紧过去，我得试试鼻息呀、啊。哦，看看有没有出气进气儿。啊，再摸一摸。死了！烤得了200多串，我一把都来过来。嗯，先吃，一会儿再给钱啊。啊，正吃着呢，后边这车都过来了。啊，烤肉串的抱着我就进屋。说啊，这说相声素质都不高，知道吗？您这素质也不怎么样，知道吗？手里有球吗？就揉，太刺激了啊！都快呀，风驰电掣，对，葫芦鞋都冒火光了啊！老百姓都喊，快看哪吒！
来到北展剧场观看今天德云社成立15周年开幕庆典。那也希望本场的节目呢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好，我们北京德云社呢经历风雨已经走到了第15个年头了，在此呢我们代表北京德云社的全体演职人员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厚爱。为了答谢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隆重的庆典之后呢，将来会有一系列的大型演出送给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开幕典礼现在正式开始，首先有请德云社全体演员闪亮登场。有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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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害怕不害怕啊！谢谢，刚开始还有送菜的啊！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德云社15周年大庆庆典，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15年不算什么，是一眨眼就到了啊！但是对于一帮说相声来说，15年挺不容易的，很难啊！多谢各位朋友们支持着我们走到了今天，学生郭德纲带着北京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谢谢各位。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个后台五世同堂，每个辈分的都有，从宝字辈的老先生我们的谢天顺先生，一直到
后边的几批孩子们以及我们的学生，甚至我们学生的学生，包括我们的儿子啊，这个往那边去，哎，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来，往前站，孩子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于老师的儿子郭小宝，孩子今天是来玩来的，所以没准备演出服啊，但是重在参与。我一看见他，我这心里边，他还纳闷到底谁是呢，就站到哥哥那边去啊！我现在是百口莫辩。哎，今天于老师，于老师穿的跟王菲似的啊！您穿的跟王子似的。今天我们老两口子都来了啊！来了好些朋友，也来了很多我们娱乐圈的同仁、老师们、前辈们啊，无以为报，是好好的说相声。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因为今天的好多节目都是平时不演的，啊，你们尽量多坐一会儿，我们多说一会儿。如果你们要是实在不愿意走的话呢，我们给你们说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那个。还是爱听这类的。什么话啊？不是说不能播就不好啊，一个节目的好坏是以观众喜爱与否来作为标准的。那倒是，是不是啊？每次像这种大型演出开演之前呢，我们大家都要集体唱一个开场的小唱，这是惯例啊。什么叫开场的小唱呢？说相声呢必须要会，啊，大型演出大家都上场跟观众们见一见面，我们有各种的小曲小调，唱这个的目的在旧社会来说是招揽观众，跟街上唱，大伙儿都过来好听我们说相声，我们现在是唯一还继承了这种演出形式的团体。是，开场小唱有非常的多，有一个叫大西厢，说的是张生和崔莺莺以及红娘他们三个人的爱情故事啊，仨人的爱情故事，俩人的爱情故事，对啊，这个呢曲牌也多啊，唱起来非常的悦耳，我们大伙儿一块儿给您唱上这个，咱们热闹热闹。有人说我听过，听过不要紧，您跟着一块儿唱，一块儿开心。那好，好不好啊？你们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那个顺便说一声，因为最近演出也多，事儿也忙，嗓子总是不舒服。如果唱着半截哪儿要是崩瓜掉字了、荒腔走板了，大伙儿您多原谅。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么多人，我唱不好了，你们也难看，所以咱们这样。定一个小的记号，我一看要坏要丢人，我就咳嗽，我一咳嗽你们就鼓掌，咱们都褶着羞脸儿，这主意不错，要不你们就白花钱了，是不是？哎，别，真配合，这是真咳嗽，谢谢啊，闲话少说，老话说得好。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哎，咱们现在准备开始吧，好吗？可以呀。好，我们给您各位志志诚诚的献上一段开场小唱《大西厢》。一轮明月照西厢，二八佳人莺莺红娘。三请张生来赴会，四顾无人跳花墙，五顾夫人知道心，六花板拷打莺莺审问小红娘，七夕胆大佳节会，八宝亭前降夜香，久有恩爱实难割舍吧您嘞，十里亭哭坏了莺莺，就叹坏了小红娘，时时难舍莺莺美，九里草桥别红妆，八水长安去赶考，七十得中了状元郎，鹿鸣眼前英雄会，
五凤楼前杏子香，四方金印在胸前挂，三杯御酒伴君王，两匹快马来回地跑吧您嘞，一路上迎接状元郎。您差点就忘了，不是是吧？刚才这是十步弦，紧接着叫发四喜儿，来套样，也是我徒弟，也是我干个儿子啊，都知道他是京剧神童，相声、太平歌词都不错。发四喜儿由你这儿开始，来准备，来，喜儿在房中绣香袋，绣出了西厢各色人儿来，这一边绣的是崔小姐呀，那一边绣的是张秀才呀。张秀才来你好歹，为何不挑粉皮箱儿来，墙有高来楼有大呀，今儿把楼门大敞开呀。你是谁家小郎？看什么？再来一回，再来一回。这是人品的问题啊。你是谁家俏郎才，薄布的袜子蝴蝶梦的鞋，前门不见那姐儿打水，后门不见姐儿抱柴呀。恼恨夫人老高明，叫我赶考够奔东京，倘若功名难得中啊，要见姑娘万不能啊。这就叫欺负人，我们见天唱也没人鼓掌，他偶尔来一回大伙乐得跟什么似的啊。可见你们是真喜欢这个女高音呢。刚才唱的这叫发四喜儿，紧跟着有一个牌子叫金钱莲花烙。好，西罗的公子张君瑞，普救寺念书住在西厢，相府的莺莺崔小姐，使唤的丫头叫小红娘，二月十五八斋坊，无端惹下了祸一场，有一个占山为王的孙飞虎，带领着人马抢娇娘，声喧喧，耳旁的金鼓连声震，闹嚷嚷，黎民逃窜各一方，老夫人万般处在了无计奈，谁能够推责我赵东窗，掌声搬来拨麻将啊，一了莲花啊，一哎朵梅花，夫人来婚礼不当啊，一呀嘛嘿，哎老莲花一朵莲花老莲哎，酒席宴前退了亲事，倒叫我二人无主张，西厢院难坏了公子叫张君瑞，在绣房困住了莺莺女红妆，掌声无奈
回下院呐、啊，一了莲花，一朵梅花。准备行囊，我辞了西厢啊，这叫金钱莲花落。可能平时大伙儿很难听得到啊，听着新鲜。有人说听不惯，别着急，咱们换一个听得惯的啊。接下来呢，这个小牌子呢叫八掌，八掌带两分太平年。来，陶阳啊，这是我们这儿最会唱的孩子。听完人家孩子唱，岳云鹏就得死去。我告诉你，你准备好了吗，孩子？准备好了。来，我们开始八掌。嗯，来，小琴童。小青铜哎不消停，手打灯笼走进房中，尊声相公安歇睡吧您哎。怎么样？明日清晨早为登城哎，早为登城，早为登城，亲内同说话啊，欠点聪明啊，那功名好比浮萍滴水。太平年，美貌的佳人火花冰啊，年太平啊，不该来借宿就在普救寺中，来至在花园，我们两个两相逢，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太平年，说话之间敲楼起了更，年太平。孩子唱的不错啊，这是两番的太平年，紧跟着就是云苏调。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全来送行啊，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走过三里叫桃花店呐、啊，越过五里杏花营啊，桃花店前出美酒啊，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全体演员为您带来的精彩演出啊！谢谢他们。哎，我听说。